诶，水好，但是无水白啦，吼，咱爱分落清楚安尼啦吼。来安排好听的歌曲，随在你爱啦吼。伊希望咱的水果另外做来安排歌曲吼，咱的好朋友吼，拢总会当介意啦吼。哇，你那成绩做出来，非常的亮眼了吼。还在我那精心打扮的安尼啦吼，我咱的身上我那好精高打扮家己安尼啦吼。诶，咱的做咱的女生就是这样子吼。所以吼，人讲吼，啥物钱上好赚？嘿，你拢知影啥物钱上好赚？查某人的钱上好赚，安尼。你无懂吼，女孩子就是。爱漂亮啊，咧吼，从头到尾拢总爱穿好做水的，脚毛嘛爱洗多一个，啊连咱的目睭眉毛有无？我们的那个假睫毛这个啊吼，嘛爱用指甲睫毛的，啊我们的眉毛啊吼，哎有时候也要去秀一下眉啊，对啊，啊有当下要纹一下唇啊，对，好啊胸部有当下想要做较大嘞，哎都爱做大奶奶啊咧然后。啊，有当下若要保持咱的身材较苗条的吼，会挂在咱的减重中心安尼啦吼。啊，为着吼要让咱的会穿较水安尼吼，啊，都去买衫打扮家己安尼啦吼。所以人讲吼，真正查某钱吼上好赚的安尼吼，全身上下吼，通通都是要花钱的安尼啦吼。所以安尼真正吼，安尼为这个性的打扮安尼吼，会开偌济行头安尼。唔知咧。啊，你唔知哦，是爸爸妈妈买的吼。无啦，家己买。啊，家己买，啊你唔知偌济钱买的哦。唔知唔知，我都省。啊，我都。算不了啊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我咧表示讲，我咧开上万的哦，啊无遐济哦，系上千的应该。啊，你同学拢唔知哦，啊你钱算偌济互人？唔知咧。啊，你拢唔知？讲偌济就互人偌济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啊讲偌济就上偌济，啊看讲三千啊五千，你嘛唔知哦。哦，安尼同学拢唔知啊，你是？你是安那天久啊啦？哦，久啊，还是讲即厝买足久的，拢袂记偌济啊？太高买，太高开咧啊！开到拢唔知家己开偌济钱，差不多安尼。哦，安尼嘛表示讲你爱足高赚的，叫我都较高开了吼。啊，无安尼钱安尼乌白开，连咪都破产啊了。所以吼，咱有当时啊，家己吼，诶，支出多少吼，爱家己知影偌济钱，袂使逐项拢总唔知。诶，安尼吼，有当时啊，去用贵气啊吼，无甲人比较过吼，偌济钱，偌济钱吼，诶，安尼钱拢摕去用白白用开。哎，所以吼要打算一下，袂使人甲你问这讲你嘛唔知，啊问这支表偌多你嘛唔知，啊问你去车买偌多你嘛唔知，啊大行拢唔知，安尼你钱我啦，哎你我啦算做好开啦，哎，但咱若讲偌多你就提偌多互人安尼啦吼，哎袂歹袂歹，安尼赶紧吼，如果若需要，阮来找珊珊吼，哎轮贝去开较水的吼，赶紧来找阮珊珊啦吼，钱做好用的哦，哎拢唔知偌多钱，你看偌多伊就偌多出去啊安尼啦吼，我袂使安尼袂使安尼吼。诶，咱趁少年吼，虽然吼趁足济，但是吼嘛爱较俭的安尼，诶，爱家己吼节制安尼啦。对啊。吼，啊来，咱讲吼，诶，即项物物件偌济钱，我们吼若消费吼，咱就爱控制一下，袂使一直甲开出去安尼。吼，来吼，赶紧咱来珊珊安排好听歌曲，头一首吼轻松老人的歌曲，诶，比较中国的歌啦吼。啊，第二首要安排啥物好听的歌？红豆。哦，红豆吼，诶，谢依君好听的歌曲吼，非常好听的一首，来，咱的好朋友吼来甲听。看麦亚雷哦吼，来好听的歌曲《红豆》，来咱的珊珊来给咱做安排。
人哦，来给咱的掌声鼓励啊，然后啊，感谢。